我们国家队的球员、教练、现场所有的球迷朋友，大家好！回归十年，世界棒球经典赛的分组赛，今年再度回到了台湾举办。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十分的兴奋。棒球精神跟我们台湾精神一样，面对挑战，我们都会用尽全力，一棒接一棒，一球接一球，团结拼到最后。我们一起和台湾队奋战到最后一刻，各位球迷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祝福我们的台湾队成功捍卫台湾主场。 Team Taiwan， 请台湾挺进东京，前进迈阿密。